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 Lam， 我是 Patrick Lam 副 Photography。 首先要感謝 Wedding Magazine 頒予這個星級婚禮攝影師最佳紀錄獎，再來就要多謝我們的客戶啦，一向以來對我們的團隊的支持啦，咁亦都賞識我們團隊的作品。雖然今年我們在疫情關係可能會很多事都有些阻滯，咁但係我哋團隊仍然努力同我哋客户保持密切嘅接觸，盡量做到客人滿意嘅作品。2020年大家都明白係相當之困難啊，對於業界嚟講 ，wedding 嚟講成個流程會有多掣肘啦。咁但係我仍然多謝我哋客户啦，對我哋嘅支持信任。經過溝通咧，我哋只要能夠抽到啲時間，就喺傳統婚禮以外，係啦，就嗰啲華麗嘅場面可能就縮減咗啦，係啦。咁至少唔會有奔墟咁嘅場面啦，可能就揾20人啦咁樣。但係只要大家合作，咁我哋都盡量可以喺有限嘅空間裏面咧，為新人咧記錄好多美好嘅回憶嘅。疫情期間咧，就大家都明白啦，規則成日都變啦，咁就我哋只能夠講，我哋就係盡量配合去做啦。咁就政府有咩 regulation， 咁我哋就會同人客盡量去商討點樣去遷就、去改變、去調整、去配合翻嗰個流程咯。咁就我只能夠講，大家都係有一個共同目標，就係放鬆心情啦，順其自然咯，咁就跟住個 flow 去做就得㗎啦。